些记不太清了。哎，小伙子，这是目前我们采集到的，我们认为在爆炸前，可能在公交车上所有乘客的照片，非常可惜，都很模糊，而且不是背面就是侧面。能不能，你凭着你的记忆力，帮我们辨认一下？哦，好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他应该是看到这些遇难者的照片受刺激了。刚才他就一直特别自责，觉得自己明明发现了异常，却什么都没做。要不要先到会客室休息一下？那儿有沙发，过一会儿再问。我没事。